我相信这里很多人除了看我应该一定有看蓝，你们没看蓝蓝你们现在就给我去看。对，好，总而言之，不管你们有没有看蓝，应该都会知道他其实有一首原创曲，在他刚出道的时候就已经在制作中了，叫做《流星会降落在你心上》。我一直没讲的事情是，那是双人的。对，对，是的，那双人唱曲也有玛丽。我的手机，可是，注意，那首歌是写给你们的啦，那是写给你们的啦，讨厌，再吐啊，一直吐，好吐，不用解释，你告诉我我在解释什么？救命啊！哎呦，我嘴角压不下来了，好讨厌哦。就不止风铃草可以期待，绵羊也可以期待。对啦。哇，不行。然后，哦。我不要出来了，我在情人节讲这个干嘛？